好，首先先说，你如果有找到这个影片的话，就代表你可能上次有看过我的雅虎奇摩拍卖的直播，但是因为就是太多东西想跟大家分享了，所以一播就不小心播了2个小时，还是有很多细节没有跟大家讲到。那我这边要补充的就是这个 NS Free 的这个随心所欲自己搭配的眼影盘。那上次在直播的时候，空盘没有办法好好的跟大家组合完，今天我自己把它组完了，就长这个样子，当然，这是我自己挑的颜色，你也可以挑你自己喜欢的颜色，随心的去搭它，大中小盘都有。你不想要它这样的话呢，可以把它取下来。好，它的眼影盘这边呢都有设计卡槽，每一个都有满满的卡槽。你如果要拿起来呢，其实很好拿，就这样子。哎呦，失手，最好是两个一起啦，这样子，你就这样子。飘就拿起来了，这样就拿起来一块了，然后剩下的就依序这样拿，算是蛮好拿的。拿起来，那你要放回去的时候再这样依序这样放回去，吸上你想要的颜色，这样就 OK 啦。这是专属你自己的眼影盘，小心不要抠到你的粉哦。就这样子把它拿下来。它这边就会空一格，如果不要的话呢，像是这种单颗的也可以，它这个也是磁铁的，然后下面都是磁铁的，所以不用担心它会掉哦，它就是这样子往下，它都不会掉，我是不太担心它掉啦。之后呢，你就直接把它这样子咻粘上去，它就变成单颗的眼影或修容啦。哎呀，我搞到了，就是猜猜拿拿很容易会搞到啦，就是这样子咯。哦，希望你们会喜欢 NS Free 的眼影盘，自己组合的随心所欲眼影盘。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有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拜拜。